大家好，今天想跟大家做一个纯棉的口罩底布。我们要预备的呢就是二重纱和一些纯棉的布。我们需要首先画了口罩底布的尺寸，我们这里画第一个小圆点，向下 8cm 画第二个小圆点，打环 1.5， 再打环 6cm， 再打环 2.5cm， 这里中间位画一个小圆点。咁喺刚才呢个打环 1.5 打环 6cm 呢一度嘅中间上下呢度一共系 16cm， 咁我哋呢一度可以俾一个点去，呢度亦都俾一个点去，咁之后我哋就可以画到一个梯形啦。咁呢一个线中间呢一个弧形，呢一度中间就系距离 1.5cm， 咁我哋画好咗之后咧，就可以少少咁样弯弯地咁画落去啦。咁而呢度上下，刚才我哋画咗啦，弧形去到呢一条直线就系 6cm， 咁而呢一个位去到呢度就 2.5cm， 咁我哋亦都可以由上面一个点弯弯地咁样样经过呢一个点再画落去。咁外边咧就系加 1cm 嘅缝份，咁我哋一共需要四块粉红色，即系你可以用其他颜色嘅二重纱都可以嘅。咁另外咧，关于呢一个面头呢一个布，我哋点样样揾咧？就系粉红色呢一个位啦。咁我可以用翻呢一个尺寸，不过咧就喺呢一个弧形呢一个位度打环 4.5cm， 做一个记号，垂直间落嚟。咁我哋咧就剪走佢，咁就需要两块布嘅。咁预备好，我哋就可以开始啦。二重纱我哋需要四块布，咁每两块布为一组。另外面头嗰块棉布咧，我哋需要先对接，之后咧先至放纸样喺上面画嘅。咁所以我哋咧得出嚟咧系两浸嘅，咁我哋将佢对接喺侧边嗰度咧，要车一行线，两块都系咁样样做。咁一个棉布咧，我哋系距离布边 0.5cm 咁样车嘅。之后我哋将呢块棉布咧反转佢先，两块都系咁做。之后我哋可以揾小工具或者烫斗，将两个边咧烫平佢。仲记得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咧，将二重纱每两块布位置一组，左右两边弧形各车一行线，我哋距离布边 1cm 咁样车。之后我哋喺布边呢一个位嗰度剪少少，两边都系咁做。
之后打开个边，找小工具或者烫斗烫平它。下一步，我哋打开其中一块二重纱，面向住自己，另外一块铺上面，面叠住面，即系个底向住自己啦。左右各车一行线，中间大概预留两寸嘅位唔好车。而家我哋攞翻之前车好咗嘅棉布出嚟，左右跟翻个弧形，摄落两层二重纱嘅中间，固定好位置，左右两边都系咁做。之后就上下各车一行线，距离布边1cm 咁样车。之后我哋反转呢一个口罩嘅底部，反转咗之后，我哋喺个缺口嗰度用手缝翻埋佢。完成咗啦，我哋试下套个口罩入去试下先。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